可不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气化？传统那个气化啊，门化好之后，最后有一层那个气勾上之后，等它干才去用水沙子去磨出来。你看这个毛皮猴、它的毛是用人的头发做的。首先第一层，那味道真的是有一点酸味。这一幅画哈、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做到这个步骤？这幅要一年的，它不平衡，你要再补下去不行，补下去你就那个颜色不相同了。